盘点2021年黑红出圈的网红，一家更比一家强。这是帅哥拍照的小鱼海棠，被人家女朋友拒绝后崩溃痛哭。怎么了？欢迎上女朋友上。嗯，老婆。怎么了？又哭了。好尴尬。旁边有女生就不要再让我哭了。这个好帅啊，怎么办？旁边是让女朋友吗？这么废。好，不让你问，给我帮你问。不想拍，我就回家了。还记得刷屏全网的淘淘2.0吗？以下可都是他的经典之作。凑过来，你嘴巴有点干，润个唇。好吃吗？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蒙。妈妈，妈妈没有感觉。你哭够了没？好家伙，他们有你了不起，还有那对 CC 夫妇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啊啊！谁懂得各种滋味？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，那已经盛放的玫瑰。啊、红日日升飞东方，七大道晚霞光，南头翁荡福共享，天地起了脊梁，让我们当当当。而被网爆的却是那对情侣，锦龙姐弟火遍全网的小被扒出是冯不多为一人作品而成的。对此，他们这样回应，甚至到了吃药的地步。